而越南把发球权给要了回来，14号的徐清顺为下一次会再来的提挡。越南队的快攻啊，要尽量帮忙掩护，主审是要了一个触网，不过主审没有用。收好球，直接发球得分。对，就是练兵就好了，不要想说要赢。越南刚才换人，10号的丁贵胜换下了姜文德，号的徐清顺，两个训练员，两个球周员，一个投手，还有个行政，还有个随队记者，非常完整的代表阵容。他们挺操作的策略，对，这也是这次除了中国道啊，像这样，对不对？就十号的 S 三 D 啊，好啊，像这样，有，对，幅度高一点。往前还是要多几个变化。你去直播越南想尝试进攻，没有错。我觉得越南现在就是到前期，全部都被崩回来，对，还应该往平的一点。终于得手，吊牌，每次都会吊牌。高度够，我们刚才就一直强到那个高度。啊，这个球看看有没有机会。对，高度够，光是队级员高达13个人，是仅次于我们中华队之外最多的。对，中华队是地主嘛，那当然我们是最多的工作人员，这是理所当然。方向很好哎。想法，我现在教练已经知道这个，我要寄什么回馈给选手。问题是选手有没有听进去，有没有做得到，这一点是很重要的。你光有前中人员，结果指令给你做不到，这个一点是零零的。对方的防守拦网已经先起跳了，看他出手就知道，其实拦网的高度跟角度挺啊，这次发球就接得有点危险哦，一点接球等机会去救回来。越南迟了一拍想发动攻势，打得很长，没错，就是要这样打。我可以看一些其他的这个俱乐部的这个运动的球种啊，其实他们也是，所以这次来到台湾的伊朗队，其实好几个是来自于凯斯兰网，不过 touch out。也是不错的，就挖球，角度很好，动画做点很好。